我现在要介绍今天的主角出场。嚓啦！聚光灯打下去，他们是谁？我的歌迷特别帮我做了一特别的设计的蛋糕，有我还有小孩，主要是小孩啦。然后你看我变胖了。今天的时间已经很晚了，所以不能吃。那我们明天再吃。谢谢歌迷朋友的用心，然后特别帮我设计的蛋糕，帮我庆祝生日。而且你看，这是我们舞台哦。经过我们刚一番讨论之后呢，因为明天好像没有时间吃，所以我们决定现在把它吃掉。可是因为它真的很漂亮，就不太忍心切下去。你觉得大家觉得要从哪里开始呢？这每一个都可以吃的，对不对？好像歌迷说是每一个都可以吃的。就然后，拿起来吃蛋糕就好。对，你看，小嗨跟我先吃谁好呢？这太可爱了，我先把人拿起来好了，先把小嗨拿起来。小孩起来，小孩尿尿，小孩好可爱哦，你忍心吃它吗？好啦，小孩先躺在这里，等我坐下，等我，然后先把发胖的我拿起来。对，哎，你看演唱会那个时候，你知道吗？升降台有没有？我愿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，张开双。哦，我要展开双手，他就这样。小孩，先帮我拿住我的手。小孩乖哦。有吓到我！你们有看过那个吗？那个叫做那个驱魔啦。太惨了，好吧。驱魔师嘛，那个叫什么？驱魔。好了，谢谢大家。然后我的生日愿望是希望，所有。首先是要身体健康啦，然后还有所有我身边的人都要很快乐、很健康，包括我自己，然后小孩赶快好起来，然后事业顺利。OK，好，来吧，就开机喽。这什么口味的呢？大家是不是很想吃？我们一起来分享。OK。这个 QQ 的好吃，OK，